事儿。今天再包一个老好的，记着自己的啊。哎呀，小包怎么那么硬呢？哎，啥味儿？我去，你这个太行了，这菜，这个太行啊。呀。哎，老轩，哎，谢谢。就是那头的老子，你要不要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，咋还缺一块呢？不是好点，你这整嘎巴巴硬，我去，鱼也太硬了。那我吃亏没给你吃啊？鞭子都打硬了。嗯，咋这样呢？哎，那咋样？那还在，这糖醋烤的太好吃了。我尝尝。嗯，那包子挺好吃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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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有一个事儿呢，我都怀疑这都是你干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干，我是从来没干。跑不了你那些老病。哎呀，喝点汤吧。我挺爱的，你怎么这么肉啊？来了，你得吃自己的啊，吃苞米。哎，这苞米好。哎呀，哎，真粘呐！哎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真粘味儿。今天这盘也挺好，是啊，是吧？哎呀，挺好吃，嗯，那好吃。哎呀，这菜呀，嗯，哎呀，这菜挺好，就是缺点东西，就是啥？缺点蘸料。蘸料咋整？你去调点蘸料来。那那样蘸料能好吃。不甜。你那鱼肉干啥？我都给你吃啊，也不给你吃。别吃，你拿碟。来，这碗去上。
辣死你了，昨天辣椒，哎呦！你咱俩去。啊！妈呀！哎！哎，这俩叫什么？嗯。哎呀，两个人。这俩人干啥好吃？你看我抱个花安，然后想把我宠完，又用大哥来两个三哎，你们，你们，怎么了？你们干什么去？我可不可爱？想不想？开个馆。我养要一个。我走了，我去了。厉害！哎呀，别扔那边。朋友们，年轻的过好每一天，就会被爱。浪费了你。干啥呢？哎呀，我搁那个酱炒的那个什么，哎，这个辣酱炒的那个干煸豆角，你整这味儿啊？嗯，我哎，好吃呢嘛。嗯，这个汤应该不错，就点汤喝，我喝点汤啊。是的，哎，哎呀，真香！哎呀，那就肉就不一样了，这汤很香。哎呀！今天吃火锅，哎，来点羊肉，一口放里头。太好了，羊肉！哎，把这个放这儿，我再来点这个这个，哎呀，真好！你吃火锅，我吃就整点面条呗，我不吃你肉，往出的面条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碗，七个碗我记好了。肉行，那你就在这边上放点面条，但是你不能吃我肉啊，自己吃自己的。我得看着你点。这吃火锅你就不愿意吃肉。我吃面条呗。对，你吃面条行，别那啥，我别吃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偷吃，二四六七个玩意儿我有数。我去取点别的去，别偷吃啊。是不是。哎呀，哎呀，来块肉尝尝。嗯。哎呀，这肉太香了。哎，来两个鸡蛋放里头。哎，这搁这儿。哎，羊肉好了吧？哎呀，哎，来来来，来上我吃。哎呀，嗯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嗯，来点火锅酸粉，哎，这酸粉真好。哎，哎呀。哎呀！
这玉米面条，搁这里头火锅啊，真好吃。玉米面条咋吃？哎呀，别吃我肉啊！鸡蛋两个鸡蛋，二四六七个碗儿。我再来点羊肉。哎呀，哎哎，来，拿点，哎，再来点肉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没够。谁破胆？哎，真香。我记得我放两个鸡蛋，咋还有一个鸡蛋了呢？那煮飞了呗。那玩意儿煮飞了。你确定你没偷吃我肉？那我肉咋这么少了呢？你看这不都是你肉吗？你看谁偷你吃这玩意儿呢？我不吃肉，现在。那你别吃面条了，赶紧给我把你面条夹子夹子夹子得了。我就夹面条，你看这都面条吗？谁夹肉的？哎呀，你看我没夹你肉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夹了。哎，我看你不安好心。挺香，嗯，哎，这豆角太好了，我最愿意吃豆角了，这豆角真好。咋的这今天？吃素啊？那点肉没有呢，来两个破辣椒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这豆角真好吃。哎呀妈，咋还使这木头筷子呢？都发霉了，我买的。那这个，这合金筷子多好，干净的。再说咱这稻花香，这才绝配呢，让你把这个米都吃掉价了。你没看着啊？这长毛病啊你？今天这米真香。是我从老家邮来的稻花香，正好的米，你看锃亮，软糯香甜，好吃。哎呀，还挺感觉好像挺幼的，这米挺幼的，好吃。好吃，香啊这个。你还整木耳呢？嗯，我木耳正好。人缺木耳啊？嗯，正好的，我尝一个啊。没有肉呢，你吃，我来舔这个。咸的好吃。嗯，那你换？我不换。这海鲜。海鲜我也不吃，我就吃木耳。嗯。哎。真香，这个酱也太好了。哎呀。这个木耳差点辣椒。嗯。干真香。哎呀！啊！
哎呀，那谁家买的冰糖？藏起来了，别让海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肉的。吃噎住了，哎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哎，我吃完了。那我家的大米。哎呀，能多。